有一个叫莫愁的，你可知道啊？啊，不就关在你府衙的大牢里吗？我想见见他。易先生，这个人您不能见。为什么呀？此女乃反清复明的逆贼，钦差大人福康安已然赶抵云州，亲自监斩。大人若是见他， 莫愁，姬大人，那个莫愁您就别再提了。啊，哎，吴大人，这个戏子叫什么名字？他就是杜小月，演白娘子，非他莫属。杜小月，吴大人，别让他唱，让他下来陪陪我。 姬大人，您真有雅兴。停下来，别唱了。杜小月，快快除去戏装，下来陪陪姬大人。这纪晓岚上了朝是道貌岸然，没想到一到了民间，就露出了书生本色呀。皇上有所不知，现在官场就这样。 纪晓岚是京城来的官，地方官理当好好招待，此乃官礼也。主子，这又换了一出，这出叫扈家庄，也不差的。 姑娘来了，啊，纪大人，来来来，坐坐坐，金玲，坐金玲，小月姑娘，好舒服是纪大人，保你荣华富贵。来，纪先生批阅试卷辛苦了，我敬大人一杯。哎，卷子难，看不懂啊。纪先生真会开玩笑，您才高八斗。 有心就能看懂，有心。对啊，一颗爱民之心。哦，这句话说得好，来为这句话喝酒。莫愁冤你。哎哎，喝酒喝酒，来喝酒，一边听戏一边喝酒。来，你跟我说说这是怎么回事。 小月不能多谈，请大人带我去大牢见莫愁。你不是莫愁？不是，莫愁是我阿姐。
这件事情我也弄不清楚，最好大人自己去问他好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不行啊！我是个学生，只管秀才，我进不了大牢。吴大人，您给找这姑娘，正对季先生的口味。您瞧，他们俩多投缘呢，好像是，老相好啊！是啊，是啊。老身，季小兰可不像应酬啊。 这怎么说呢？纪晓岚也是人嘛。哦，这句话似乎很流行啊。朕处置了多少贪官污吏啊？他们很多人都是用这句话替他们说情啊，好像我大秦国的官吏是人，老百姓他都不是人。主子小点声。主子，这官场应酬，逢场作戏，不能全怪纪晓岚。你也替他说情啊？ 不是这个意思，奴才说的是真话。哎，现在做官的人也有做官的苦衷啊。吴大人，哎，小月姑娘。吴大人，小月敬您一杯。哎，小月，喝酒，喝酒，喝酒。要喝。主子，我看这位白娘子，绝不是您要找的那位。嗯。 他太年轻了，哎，不，您看这哪是白娘子，简直是潘金莲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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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啊，啊，怎么？啊，再喝一杯啊！简直不堪入目。 我不喝了，我不能喝了。吴大人呐，我有点不胜酒力，我想先行一步了。哎，季先生，您没喝多少啊？这叫酒不醉人，人自醉嘛。好，好，好，来人呐，备轿，送姬大人回馆。这个 小月姑娘送我回去。 来，走吧，走吧，先行一步了啊！我先行一步了。哎，主子，主子，你干什么？不是，纪晓岚太不像话了。不要这样，这样会暴露身份。主子，他逢场作戏嘛，也就罢了。他现在是假戏真做。主子，不要气坏了身子。别！纪晓岚呐，书生本色竟是色呀！啊，皇上一语中的，的确是书生本色，喜欢这个伪君子。对。